旅行在生命轮回的丛林中，总是头继旅停，食宿后又要上路。是什么让我们像过客一样不能做主，舍生去生，无法安住？在法的阳光下，能觉照出虚空之中飘动的灰尘，客尘烦恼不停生灭，来回躁动，妙明真心却如虚空一样无可烂坏，朗然不动。文水古佛塔遍布日本侵华时期留下的累累弹痕，古塔映照着民族岁月的沧桑和佛法的延续。恶行如烟尘浓厚，遮掩蓝天，客尘烦恼构结，产生所知所受所想所为，我们越停住在那里，构结就越深重，应时时放下，在每分每秒每一个念头，头陀行脚不停住，留恋于任何一处，心无挂碍，久而久之就能应无所住而生起真心。通常走满40里地，适合的住宿处随即现前，所以僧团每日行脚路程为40里左右，住持和尚选好地点野外安丹。头陀横中关于住有四支：一，在阿兰若处；二，种间住；三，树下止；四，陆地坐；还有一支精进支，但坐不卧。清净道论中将随处住也列为住宿相关的一支。阿兰若是梵语，指寂静处、闲静处、空静处、无争处等，为十方诸佛所赞叹，能生无量功德。世尊初转法轮度无比丘出家，无比丘问：我们应住什么样的房舍卧具？佛说：可在阿兰若处，树下，荒芜废弃的空房，山谷，洞窟中，陆地，草边，林间，种间，水边，敷草敷叶而住。僧人在远离人群的阿兰若处住宿，大智度论中说，阿兰若即远离处，离村最近的2里。清净道论中说，以村的边界至少要有500公的距离才名阿兰若。在僧祇律、十诵律中，以一居卢舍为界，
居鲁舍秦朝为五里，即现在的四里左右。在四分律中，一居鲁舍为一鼓声的距离。由于鼓的大小材质各不相同，声音传的远近也不同。不过再好的鼓声传播也就在四里左右。所以远离村落，鼓声不闻的寂静处可以称为阿兰若，距离村落大约四里以上。佛种种赞叹阿兰若处，有的戒律因住阿兰若的比丘而至，并给了他们一定的方便。例如戒律规定，比丘只允许在午前起食时进入村庄，在午后没有三宝事或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就不允许再进入村庄。但在午后如果僧人行脚时经过村庄，这是戒律所开许的。因为心中的本意不是为了在俗人家停留，只是路过而已，即使在村庄附近住宿，第二日离开也是允许的。聚落是俗家习性染污之地，沙门不宜停住，所以僧人修行应远离村落，离染清净，梵行高远，常乐山林，不处人中，独乐空闲，专意思维，不与人语，适地而行，坐起行步，亦不移转，好游远国，教授人民。佛在世时，有的比丘是个人住在阿兰若处，不与世人接触，厌离世间五欲，一心勤求出离，以修行的功德度众生。有的以僧团形式住在精舍，教化世人，在春秋两季还要出外游行教化。佛法传到中国以后，古来的大德高僧也大都把寺院建在寂静之处，以利于修行。阿兰若也成为比丘所居住寺院的代称。佛化经云，比丘在聚落，身口精进，诸佛显忧；比丘在山林，息事安卧，诸佛皆喜。佛降生的时候是在无忧树下，成道在菩提树下，佛转法轮在吉祥树下，涅槃在娑罗树下。佛的降生、成道、转法轮、涅槃都没有离开树，树下坐能带来佛法的利益。不但释迦牟尼佛，过去七佛都是坐于树下成正觉。树下坐为佛最初本质思一法之一。坐在树下，常见树叶颜色转变，飘落于地，意念起无常。思一法就是四圣种，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，四依法能成就圣人，能成圣果，能解脱。僧团多年行脚的经验，如果进入俗家，会对人家的房舍、场地、草垛等升起攀求心，往往结果并不顺利。
当放下这种攀求心后，继续往前走，却能遇到一处更适合的地方。所以即使下雨，也不去民房、厂矿、机关大院等地方避雨，甚至房檐下都不去，以此来断掉攀援心。桥洞下可以避雨，如果没有桥洞，树下就可以避雨。下雨时睡眠可以用塑料袋来防雨。僧人在树下各自把塑料袋铺开，绳床、睡袋等装进里面，这样即使下大雨，只要躺的地方不积水，僧人也能在里面睡眠。背包用小塑料袋套住，靠着树放着。塑料袋挡风避雨，在里面很保暖。外面那个山木里面渗雨，这家穿的，没它还不能那么过。看来它能挡着渗出去，能渗出去。这会儿底下都飘起来，你看这以后再也不带山木了。连帐篷、鞋放都不行。帐篷是一小雨去，大雨了它就往里渗，顺那个阵眼的缝里啊，整整层层的往里进，那雨就是那特别急，出去还出去。嗯，一个是这个能解决一点问题，就是把它包住，把那口一卡住，完回来你爱怎么浇怎么浇，那我就不管了。上面下边都没事儿。上面我把上面口卡住，搁上面就留喘气就完事儿。每天行脚，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乞食过斋，到何处住宿，不追求受用，也没有失去的挂碍。在树下，秋天发黄的树叶可以散发热量，若装进袋里枕着睡，十分温暖。这是北方头陀僧的又一发现。佛说四十二章经云，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许，慎勿在矣，使人于彼者爱与欲也。头陀之但坐不卧。常坐不卧也称不倒单，晚上不躺卧休息是非常精进的一种行持。心念不起名为坐，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。佛于菩提树下禅坐，夜睹明星而开悟。禅坐与精行，一动一静，是佛所教授修行方法。僧人日常每日坐香五支，
行脚途中亦坐禅，以培养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不离禅定。行立坐卧这身体的四大威仪中，坐为第一，饮食易于消化，气息调和。求道之人大事未了，各种烦恼如同盗贼般窥伺，怎易安卧？或行或立，难以收摄心动，也不能长期坚持，若已卧则易昏沉，所以应受常坐法。诸坐法中以家夫坐最安稳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及佛弟子都以家夫坐而入定，不分在家出家都可以禅坐。所谓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，睡眠是五盖之一。过多的睡眠是地狱的种子，障碍着人的自信光明。五盖是贪欲盖，对感官对象的执着；嗔恚盖，嗔恨愤怒；睡眠盖，昏沉迟钝；调毁盖，躁动散乱，焦急忧虑；疑法盖，对佛法没有信心，怀疑犹豫。僧团每年打七期间，连续14天不分昼夜的诵戒或念佛，这是破除五盖的有效方式。日常的睡眠时间谨遵佛制，中夜休息，从晚上十点到早上两点，睡眠四个小时。睡眠时常坐不卧或吉祥卧，保持精进。行脚时在天黑前停下休息。凌晨三点左右出发，走一段路后打坐，这样能有效地控制睡眠，防止懈怠、欲漏。欲若不除，三戒不可出。要想除欲，必须少睡。过多睡眠能毁掉清净心，破坏禅定力。佛制中夜休息，从睡到醒的这一段时间是人休息的真正需要量，四个小时就足够了。刚开始还感觉到困，那是因为习性，并不是身体的需要。再睡总是做梦，所谓夜长梦多，人的梦大多是在醒来后再睡第二觉的时候做的，也最容易造成淫欲之漏，因为头脑的运动已经开始活跃，再醒来就特别的疲劳，甚至比白天做事还累。睡得多不见得就能把事情做好，与其到处参学研究理论，不如少睡，破除五盖的浑浊，智慧就慢慢从心里升起来。修行到一定程度，水到渠成，就能达到目标。减少睡眠就是精进勇猛，
这就是智慧。若能正确的睡眠，在晚上白天始终都保持正念，常而一心，随顺法行。拔提长老原为释迦族的王子，出家后常独居在莽林荒野，感叹道：“快乐呀，快乐！”佛问他为何感叹，答说：“我在家时，里里外外以刀杖护卫，还是恐怖。现在独自在阿兰若处，种间树下，圆满头陀枝，手持诸戒律，修习禅观，定慧增长，断诸有漏，我念出离之乐，所以感叹，快乐啊，快乐。”头陀行脚，放下对于房舍的执着，随处而住。比丘满足于无所住处所得到的法喜，不分别好和坏，没有合意或不合意的想法，关闭了贪欲之门，随顺于少欲的生活。僧人安耽于野外，远离尘世俗人的喧嚣，卧于草夫绳床，遵从佛陀的教导，行头陀者常行随处住之乐。僧人露天而坐，心无挂碍，随处安身，身心自在。在安宁的大地中，迎面是广阔的黑色天幕，只见群星闪烁，明月当空。冷风吹来，寒气袭人，有时瓶里的水都结冰，夜里常常被冻醒。下雨时，没有桥洞或树下可以避雨，就要穿着雨衣一直行走。僧人行脚期间，每样衣物大多只有一件，不多储备，培养不向外攀援的心。遇到下雨，穿湿衣服、湿鞋袜很平常。虽然在寺院内外环境不同，都为了修行，然而行菩萨道的比丘头陀横是他的本分。
人间有冷热诸苦，苦的升起是由于业力不同而感受不同。人的六根放逸，才造成身体有乐有苦感受的分别。头陀横陆地而住，从收摄生根入手，断欲去爱，苦修拔贪，不住苦乐而得中道义。在头陀横的路上，路边的亭铃诉说着人生无常。荒凉土地上的坟墓和尸体提醒着不要忘记轮回死亡。恒常警惕，精进办道。夜晚在坟地间住宿称为冢间住，行脚路遇埋葬尸体的地方是僧人冢间住的因缘。人们不去想死亡，却忘记了其实每一刻都在不可避免地靠近它。几尺黄土下的那些身体都在奔向死亡的河流中一度鲜活过，如同你我。生命只在呼吸间，一旦没有了最后一口气，所有保护都无济于事，只能遵守死亡的定律，唯一可做的就是身体被焚烧或埋葬。人们害怕死，却选择忽视生，肆意地制造各种生起，有生起就注定会有死灭，而人心的贪欲使这些制造变得更加频繁，产生了众生之间存在差别的假象。因为年龄、身体、名望、财富等差别，又滋生出傲慢，这些都是内在的坟墓，时刻加速着轮回。不论年龄、种族和贵贱，坟墓是人们最盛大聚会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穿越这个生死苦海，除了佛陀和他的圣弟子们曾经是横渡过他的周法。这项横渡要对生老病死有着透彻的掌握。是什么造成了死亡？老死由生而起，生来自有，有来自取、爱、受、触、六入、名色、食、行，行来源于无明，是无明妄想导致了老死，忧悲苦恼，追逐这些虚妄，终将走进自觉的坑洞，将自己埋葬。住在墓穴边，坟墓的主人躺在里面，比丘坐在外面。如此接近腐烂分解的尸体，比丘在做正确的思维，
要放下对色身的执着，面对无常的死亡，即使不主动放下，死亡来临时被动也要放下。只有修正过的人才知道这些细微贪欲的变化是如此强烈和恐惧，通过头陀横的修持能挖掘出来并最后消除。正确的关照外在和内在的坟墓，彻底去除贪欲、我慢和恐惧，熄灭念头的升起，将不再有死灭。此项重大的头陀之是佛陀所嘱托的，无论在世俗眼里是如何的荒谬，依法修行的圣贤在这条道路上取得过真实的成果，并通过头陀僧的传承引领更广大的众生登上摆渡生死苦海的法船。